首先是呢，本班机正在进行加油程序，请您保持就座并解开安全带。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并且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播影片的时候，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好了，我们正式开始看影片吧。Trust, yeah, no, I don't wanna waste what's left. And we'll go through the wastelands, through the highways, till my shadow turns to sun rays. And刚吃好午餐，然后才发现，哎，中国人是吃饭不吃白饭。Turn us to thousands, and we'll grow in number. Fueled by thunder, see the horizon. Turn us to thousands. 马来西亚搭档了。不开玩笑，我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多，还没有走完。看到这个紫禁城，不愧是以前皇帝所住的地方，大到吓死了。
志们，经过长达将近两个小时的路途，我终于从故宫走出来了。但是我们还有下一个站点，那就是这个地方了。没错，我要从这里爬上去上面了。现在走那个楼梯上去，就差一点点就可以看到整个紫禁城的全貌了。这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戴那个口罩，因为这里味道不是很老实，老实。过刚看完表演了过后，所以现在呢，回来酒店了，然后要来买一些东西吃宵夜要用了，所以我打算买泡面那样子咯。我应该不会拍我买什么给你们，因为我怕会送版权，而且现在没有 sponsor 我。农夫山泉。我忘记了，不然还没说说我啊。现在呢，接下来是背包。因为我为什么那么暗？因为桌灯，我为什么开不到？看吧，我已经尽力了。我们就随心来吧。哇，那味道干重。现在静待个五分钟吧。还有不得不说是真的很热一下。他们说北京什么11度啊，又零下啊。我说这个不是骗人的。没有这回事。你这里别往这里拖吧。好嘞，叫我们底下吃泡面的时候再见吧。好了，久等了，让我们来尝尝这个来自中国的泡面的味道吧。就是普通的泡面。忘牌呀。我还是干热耶。你进去里面穿个凉。还是干热。然后出来多好。哇妈的这。哇这干寒耶。我还没看到。啊这些。寒气型。就基本上就是等于我再喝多一个来气的刮刮刮这样子的感觉。那个什么呢 Sprite。 哇你讲对了，真的是 Sprite。 来就是这样泡面包。这是我今天中国的第一天旅游，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年再见了。